需要的父早已经知道了。既然父早已知道了，就不需要多祷告了吧。但是注意哦，当耶稣讲这句话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不要忘了那个前文。前文是因为很多人用重复的话通过祷告来彰显自己的敬虔啊，所以耶稣怎么回应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你们以为话多必蒙垂听，是针对当时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以祷告的言语成为一个功德。所以耶稣说，你不要以为长篇大论啊，包装得很好啊，就可以变成是一个功德，就能够得到神的这个垂听。所以当耶稣讲这句话，是针对这种的行为主义的错误，所以才讲这句话，你们没有祷告之前神已经知道，其实针对这个错误。但是不能够把这句话抽出来，我们就不用多祷告啊。但因为你发现耶稣在别的地方，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说，你们要恒切祷告，不可灰心，要多多的祷告啊。所以千万不要被马太福音第六章这段话了影响到我们基督徒的祷告生活。我们是一个软弱的人，我们需要饮食，我们需要健康，需要任何的需要，就像主导文里面耶稣教导我们，你发现很实际，为饮食，看到吗？啊，为灵命的需要免我们的债，啊，这个饮食是包括好多方面的，耶稣只是引了一个方向。这个饮食就表示我们生活在地上实际的需要，就包括饮食、健康、家庭、儿女、娱乐各方面的啊，不是单单只是求属灵的事情啊啊，属灵三月啊，神也让我们很实际的生活 ，be a human。好好的享受当初神在伊甸园里面所创造的这一切的丰富，园中所有的果子你可以吃，你独居不好，所以给你一个配偶，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这些都是自然恩典的享受，啊，我们都需要求神来供应，啊，所以我就是简单的回应，等一下我们 会讲到这部分，啊，好，那我们回到愿神的名被尊为圣，不单单是尊崇敬拜神是圣洁的神，他是圣洁崇高的神，他是圣洁美德的神，他是圣洁永美的神，更要注意尊神的名为圣。神的属性常常是透过他的名来彰显，所以神也是很具体的告诉我们怎么样具体的颂赞神，颂赞神的圣名，看到吗？因为在旧约到新约，神启示他很多不同的名字跟属性。创世纪二十二章，我们常常都会在祷告中说的什么？耶和华以勒，他的名字叫耶和华以勒，在原文是神看见。神看见什么啊？我们当初一般的翻译都是神供应、神预备，但是其实我告诉你，原文这个字啊，是指要神看见。神看见什么？看见什么？啊，看到亚伯拉罕的什么信而顺服啊？不是单单先看到亚伯拉罕的需要啊，亚伯拉罕。其实亚伯兰心里面已经笃定要杀他的儿子了，亚伯兰只是想获取神会让他的儿子复活，但是神看到的是看着亚伯拉罕的信而顺服，所以神怎么预备了一个羊羔代替他的儿子。所以在你经历到耶和华以勒供应之前，神要看到你的信而顺服，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你所需要的一切神一定怎么供应你的，啊，所以几个才是耶和华以勒的含义，
我们感谢他，哈利路亚，他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他看见我的需要，也看到我愿意来仰望他，信靠他。一切神的丰富透过我们的信心来什么来支取、啊、第二，创世纪十七章，神宣告他是什么全能的神。我们中文圣经翻译叫 Almighty God， 其实原文是什么，我们一同来读 El ShaddaiEl Shaddai 是表达什么原文的含义？表达一个丰富，神是丰富全能的神。甚至原文是表达一个很真实，一个婴孩在享受母亲那个乳奶的那个丰富那种的表达来的原文，那么的丰富，孩子那么的满足、啊、所以即使表达神的全能创造的丰富，遍地满了神的什么？丰富，遍地满了神的慈爱，我们来颂赞这位全能丰富的神、啊、第三，耶和华什么 Rafa、啊、Rafa Rafa 的意思原文就是医治、啊、我们要宣告耶和华是医治我们的神、啊、所以有病痛的时候，或者为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我们抓着神的应许，主啊，我们仰望你，你是耶和华 Rafa 的神，你是医治我们的神啊、你医治我们、啊、弟兄的软弱，医治我们姐妹的软弱，因着你的鞭伤他有得到医治、啊、抓着神的应许、啊、来祷告、啊、经历神的医治、啊、甚至用末油来祷告，按照雅各书的应许、啊、Number four， 耶和华什么尼西、啊、尼西、啊、原文就是旌旗、啊、得胜的旌旗，我们要祷告宣告、啊、神要带领我们得胜、啊、天大仇敌、啊、特别在你啊、遇到难处的时候、啊、我们宣告主的得胜、啊、主要为我们征战、啊、这样来祷告。然后耶和华 Shalom 沙龙、啊、Shalom、啊、就是平安、啊啊、神是赐平安的神、啊、让我们得到生命的平安、啊、这个出入的平安，家庭的平安、啊、各方面的求平安、啊、这也是犹太人他们最重要的一个祝福、啊、Shalom、啊、一见面就说 Shalom Bakar、啊、好 Number six，耶和华 Shema、啊、我们将来上希伯来文就知道 Shema 这个字就是 God is there, there 神在，神同在、啊、我们的宣告、啊啊、在任何的情况、啊、在你害怕的时候，甚至在你黑暗的时候，软弱的时候，宣告他是耶和华 Shema， 他是撒玛的神，与我们同在的神、啊、耶和华我们的义、啊、Chedik、啊、就是耶和华是我的义、啊、神是我的公义，是我的圣洁、啊，耶和华是我的义、啊、虽然我是那么的卑微，那么的软弱，但耶稣基督的义袍披在我的身上、啊、我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啊、任何时候只要我回头、啊、神的义、啊啊、披在我身上，耶和华是我的义、啊、所以从这些的祷告跟宣告、啊、要带出一个最高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 First Corinthians chapter 10，第十章三十一节，一同来。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什么？荣耀神而行。啊，让我们真的经历神的一切的丰富，好让神的名得着荣耀，得着颂赞。Glorify God， 啊，能够彰显出神的荣美。啊，我们真的成为他圣洁的子民。啊。让我们真的是在这样的颂赞、啊啊、当中、啊、经历到神的一切的丰富、啊、Glorify him and exalt him、啊、我们再翻到约翰福音三章三十节，好，我们一来读，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啊、让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啊、颂赞归给他，让他在我们生命中掌权、啊、他得着荣耀，他兴旺，我衰微。所以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个自我的膨胀，也不是一个自我得丰富得荣耀，乃是我们经历神一切的丰富跟全能，把荣耀归给他、啊、Glorify him and exalt him、啊、也就是我们
刚才所讲到的 Kado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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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颂赞啊神的全能，他的至高，颂赞神的美德，颂赞神的美丽跟荣美。好，所以愿神的名被尊为圣，这个第一愿，看到它里面的含义跟丰富了吗？所以可以化成你们的什么祷告？好，今天晚上就开始学习，来颂赞神，你是圣洁崇高的神，就把我列在讲义上面那个祷告文，把它都背起来。你刚刚学习一个新的东西呢，就好像小孩子临摹那个红字一样啊，要有个范本啊，大家的范本都背起来了，你就可以按照圣灵的感动自由发挥，懂吗？否则你没办法抓到这些祷告的重点，因为这些可能是新的对你来说啊。但是感谢神，这已经成为我每天祷告的其中的一部分啊。颂赞神，你是圣洁崇高的神啊，然后就开始按照圣灵的感动，经文啊各方面就出来了啊。好，回去试试看啊，我把那个三个的啊内容，祷告内容都放在里面了，你们可以看到啊。啊，假如你们需要这个 PowerPoint， 也可以等一下来下载哈。好，有没有问题？关于第一愿，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所以我告诉你，主耶稣这个主导文啊，很荣耀、很丰富的。当然，刚才我们只是讲了两句，你都可以变成十篇的讲章。我们在天上的父，看到吗？刚才六大点，然后愿神的名被尊为圣，非常丰富。你要抓住这些原则，发展你的祷告。第二愿，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这个国代表什么？代表神的宝座，神的权柄，神的临在。当我们真的很真实的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其实第一个含义是什么国呢？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掌权跟生命中的国度。我们一同翻到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七节。所以你在祷告的时候要祷告这件事情，神在我生命中要掌权。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好，一同来。人也不得说看啊在这里，看啊在哪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神的掌权，神的宝座应该在我们的心里面。是否今天你真的愿意这样祷告？神啊，你的宝座，你的掌权在我生命当中，我尊你为王，我尊你是耶稣基督是我的王，掌管我的生命，让我的生命真的如同马丁路德说是个空手套，让你的手伸到这个手套里面用我的一生。有没有尊神的掌权在你生命里面？假如你真的有遵从神的掌权，你会祷告说，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你一献上的时候，代表什么？一个主权的转移。没有献上之前，这个祭物是属于你的，但当你献上之后，是属于神的，神拥有一切的主权。你是否真的愿意神掌权，让神带领你的一生，用你的一生？所以你发现主耶稣非常看重愿你的国降临，神的国在你们心里面，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求的啊！神在他的掌权在我生命当中，甚至在我的家庭当中，在我的事业当中，在我侍奉的教会当中。教会不是属于某个牧师的，千万不要说某某牧师的教会， no no no， 是主耶稣的教会啊，是神在掌权。所以让我们祷告、啊、神的掌权、啊、在我们的生命、啊、家庭事业各方面、啊、神的掌权。
第二，这个国度是指到神福音的国度啊。我们一同读马可福音16:15。当我们祷告愿你的国降临，其实你是要祷告愿神福音的国度降临。16:15，一同来。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所以我们的主导文的内容，我们个人祷告的内容，一定要包括这个重点，为神福音的国度来祷告，让福音能够传到万族万国万邦，为宣教士来祷告，为教会的差遣的施工来祷告，为传福音的需要来祷告，让我能够常常有机会接触到这些慕道友，甚至我可以主动的去超市门口，特别将来领牧羊教会，无论在中国也好，在美国也好，现在都可以到麦当劳里面一边坐就可以在那边钓鱼。我每次去中国，我很喜欢去麦当劳，或者在这个Kentucky Fried Chicken 坐在里面，看到一些年轻人，我就跟他聊天了，我是美国来的，你们这个地方有些什么特别啊，有什么好玩的，就跟他聊天聊天，然后就跟他传福音。你要求神福音的国度降临，你就要去传福音啊，懂吗？求神把人带到你旁边，或是你能够走出去遇到这些人，所以求神福音国度的降临，求神福音国度的扩展，那你就会明白如何经历神的祝福。马太福音第6:33的应许，很多人读这个经文啊，怎么没有经历到我所需要的神加给我呢？因为没有注意到前面这个的条件。第六章看到吗？33，一同来，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要注意啊，这个国是指的什么？神福音国度的扩展，不是求我上天国。当你得救，已经进了神的国，你属于天国的，不要再求了。这个国是指到神福音的国度，你好好的去传福音，你就经历到马太福音28章的应许，神的同在，神的供应，神的保守，神的启示随着你，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就经历神的启示随着伤心的人。所以这个求神的国是求什么？福音国度的扩展。当你好好去传福音，好好求神福音的国度扩展，你所需要的一切，神一定会加给你。无论是你家庭的需要，各方面的需要，神一定会加给你。所以解释神的应许的前提是有条件的你是否真的是求神福音的国度？今天的教会里面很多是观众，没有参与去打球，都是看传道去传福音，看小组长去传福音，基督徒自己不传福音的。保罗讲，不传福音就什么？有祸了。你没有办法经历到神的应许先求神的国福音的国度的扩展你所需要的神会加给你。第三，这个更是求神国度的掌权彰显在各行各业今天很多的教会开始讲说，求神在这个社会的7个山头掌权。你们都知道这7个山头了吗？在这个不同的文化层面要在政治的山头要在艺术的山头，要在商业的山头，要在教育的山头，我们要求神在每一个的文化层面呢掌权，让我们基督徒能够进到每一个的文化层面里面，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我说了，巴不得将来越来越多基督徒把 Hollywood 供下来， Hollywood 变成 Hollywood， 懂吗？感谢神的，最近这几年你去看一下，越来越多 Hollywood 做了好的基督教的电影其实以前没有的，最近这3-4年越来越多基督教的电影巴不得
神能够让我们更多基督徒在文学界里面居上不居下，啊，让我们不是单单啊有一个莫言，再来个圣言，也得诺贝尔文学奖，多好！要基督徒，懂吗？啊，不是单单只是让孩子看《哈利波特》的书，要《哈利路亚波特》这样来。但是很可惜，我们基督教好像没有人才哦。在这个艺术界、文学界、音乐界、教育界、政治界，没有什么人才，啊，那是当官的都是无神论，那当然完蛋了。所以我们要为在上执政的掌权祷告，让他们一个一个变成基督徒，啊，巴不得我们的孩子啊啊能够出一两个像Oliver Cromwell 啊，成为一个很有能力的将领啊，可以为神的国度来打仗的啊。在军界、政治界各方面啊，我们让神的国度来掌权，啊，所以绝对不要有一种消极的思想啊，这个世界非我家，这个世界就是败坏的，你就是不要管这个世界了，我们就是找个地方躲起来等候主的再来。 No, 不应该的，因为神的心意是要我们管理他所创造的。我们一同来读创世纪，神的救恩按照加尔文的教导，从圣经的领受，是个 restoration， 是个恢复这个堕落的世界，而不是丢弃这个堕落的世界，啊，让神能够在整个堕落的世界恢复他的掌权，啊，所以我们来看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好，一同来。神就赐福给他，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行动的活物。不是单单只是做动物园的主管，其实要管整个世界的一切的事物，在每个文化层面要恢复神的掌权。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为各行各业，愿神的国降临在每一个文化山头，让神在每一个文化山头掌权，特别政治，啊，过去这几十年在美国的基督徒基本上 不太关心政治，但是这是为了选川普总统，大家所有基督徒都出来了，因为过去一直打败仗，同性恋又被最高法院通过了，啊，合法了，诸如此类，一个一个山头都失去了。所以基督徒在上次的选举的时候有一个醒觉，啊，开始基督徒要出来怎么祷告投票，啊，感谢神，最少呢还是选到一个现在的川普总统，这虽然不完美，但是最少呢他愿意呢接受他背后一群福音派牧师的咨询跟指导，啊，愿意跟这些牧师们站在一起祷告，这个是很好的，以前的总统 不太多这种情况的。因为川普知道他即使能够得选上，是很多福音派的牧师为他站台，而且到处去鼓励基督徒投他一票。所以投票之前我就收到好多的 email， 收到好多的这个资讯要投票川普都是从基督教的机构传来的，啊，所以我们要求神呢在政治这个山头上来掌权，啊，求神兴起他的仆人，啊啊，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啊，来治理这个国家，啊，我们更要为中国在上执政的祷告。你不要以为哎呀好像很难，我告诉你，东德的柏林围墙要倒突然就倒了，东德的改变，东欧的改变要改就改了，啊，神掌管君王的心，啊，神可以感动古列王来让以色列人归回，神掌权啊。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只看外面的一些的环境，啊，一些的困难，啊，我们要在
这种越需要的时候，我们越要怎么同心的祷告，更要为在上执政的祷告，为这个政治啊各样的新的宗教政策，各样的这些的拦住甚至逼迫当中要祷告，啊，因为看到神的什么，神的全能，他是那位圣洁、崇高、全能的神 ，Kadosh，Kadosh，Kadosh， 啊，所以为到这个神的国度啊，在每一个文化层面啊来掌权，也就是。神的仆人加尔文常常所说的文化使命，cultural mandate。很可惜的，一般的教会只讲福音使命，不讲文化使命。其实仇敌的诡计，假如你不改变那个文化，福音很难传得进去，你懂吗？一定要在这个文化层面呢去努力，啊。求神能够在各行各业兴起最优秀的基督徒，啊，马云也要成为基督徒，哈利路亚啊啊！神一旦的显现，他走都走不了的，懂吗？啊，慈济也要变成生方济，我告诉你啊，我们要有信心，懂吗？啊，今天就是我们太小信了，觉得哎呀很难很难，对，在人是难啊，在神没有全能，神没有难成的事啊。神掌管整个的历史宇宙，啊，按照他的计划一步一步进行啊，所以让我们对神啊有信心啊，我们要有这个文化使命啊，让我们中国将来不但成为一个宣教的中国，更要成为一个基督掌权的中国，你们，我们要用文化使命啊，然后甚至到将来每一个学校。啊，都能够可以有这个团契，基督教的团契有聚会啊啊啊，都能够开放啊啊。那我在香港长大就是了啊，我们可以在学校里面有团契的啊啊，所有的公立学校什么的学校都可以申请啊，有一个基督徒的团契啊，就是很自由的啊，很配合的，有基督教的医院、基督教的大学啊、基督教各样的。服务啊，甚至英国过去对香港的治理好的一个地步什么呢？他去发展一个新的市区之前呢，他一定划了几块地，去问有没有基督教的团体或天主教的团体，去要认领这块地盖医院、盖学校，免费给教会用的，这样来鼓励的，啊，巴不得将来我们中国也是这样，哈利路亚哈。最后，我们要求千禧年的国度降临，这是个最真实、最荣耀的。而我们如何能够进入这个荣耀的千禧年，与耶稣基督一同掌权呢？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这个马太福音24章跟25章，不单单我们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进入羔羊的婚宴，然后羔羊的婚宴，我们随从耶稣基督降临在地上，在地上做王1000年，这是千禧年的国度。但是你能够有份与耶稣基督一同荣耀的降临，在这个千禧年里面掌权，你要享受被提的恩典，你要得着被提的这个福分，你才能够进入羔羊的婚宴，成为基督的信徒。所以当我们祷告，愿主的国降临，愿他的千禧年降临，更是提醒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圣洁的心腹，忠心的仆人，聪明的童女，能够有份于什么被提，而且要成为一个得胜者，有圣洁的生活。因为启示录19章，我们在启示录讲过了，这个心腹的条件是什么？心腹的条件不是单单只是信耶稣而已，啊，心腹的条件不单是得救，更要得胜；不单是称义，更要诚义成圣。我们放在启示录19章。
好，我们一同来看十九章第七节到第八节，一同来。我们要。对，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看到了吗？能够被提进入羔羊婚宴，成为新妇的一个条件了吗？看到了吗？有条件的，不是传教会都被提啊。你发现条件是什么？圣徒所行的义，不单单是称义得救，而且你需要行义，把这个义行出来。那你发现这个行义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所说的，我们放在罗马书，你发现保罗不但在罗马书讲称义哦，他也讲诚义的。我们看罗马书第六章，我们看第六章的十六节后面的一句，看到了吗？做顺命的奴仆，找到吗？最后一句以致什么？诚意，看到吗？那这个叫做诚意，也叫做什么？十九节后面他说，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什么？成圣。保罗不单单让我们尽力称义得救，更劝勉我们要什么？诚意，把神的义做成在我们的生命生活里面，更是成圣。因为这就是启示录十九章对心腹的一个条件，穿上光明洁白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把这个义做成出来。所以我常常鼓励基督徒要有两件的衣服，第一件就是我们信耶稣得救基督的什么义袍，配在我们的身上。我称义得救了，但是不是单单只是停留在称义得救，也就是过去路德中最弱最弱的一环。称义得救大功告成，不讲什么成圣。所以我们整个的基督教很可怜的，因为路德中的影响太大了，所以一般的所谓福音派教会基本上只讲称义得救，不讲成圣诚意，更不会讲做基督的信徒，甚至很多教会不相信千禧年，不相信得胜者被提，大家乐，每一个都能够被提，只要你信耶稣就可以了。所以很多人想，我何必那么累，要为主打拼，为主而活，反正都是得救，反正都是被提，我何必那么累？我可以一脚踏两船。又爱神又爱马门，多好，对不对？你以为你比神聪明，神看彻人心啊，神真的知道我们心里的想法，神是公义的神，而且审判从哪里开始啊？神的家中开始，在教会弟兄姊妹基督徒当中先开始。因为耶稣讲得很清楚，主来的日子什么？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审判从神的家中开始。谁能够取去啊？所以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章，耶稣讲得很清楚：为了那个忠心的仆人，那个聪明的童女，灯里面满了油，被圣灵充满，为主发光。忠心的仆人能够按时候分粮，这个粮指到神的话语、神的福音，你能够忠心的去传福音。做神忠心的仆人，主再来把他解去的。那个恶的仆人，如左的童女，在外面什么哀哭切齿，被撇在大灾难里面。他们撇在大灾难当中，要经过这个大灾难才得救，不是说哦撇下来就不得救，还是因着他们的称义，他们永远是天父的儿女，永远是得救的，但是不是得胜者，没有分于这个被提羔羊婚宴跟千禧年的国度，但他们是得救的。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啊，所以千万也不要误会啊，被撇下的就不得救了。那这些我们其实在启示录里面都讲得很清楚，
好，我们看这个哥林多前书啊，对不起，第三章啊，15节啊，不是第六章，讲错了，第三章十五节，一同来。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他没有经过火一样的这个灾难才得救。巴不得我们不要经过火的灾难。当耶稣再来空中的时候，我们听到号角的声音、呼叫的声音，光荣！一听到声音，你要回应啊，有，都上去了。你不要在那边打盹啊，那听不见啊，要警醒啊！阿拉会有，马上就上去了，懂吗？啊，要听见呼叫的声音啊，号角的声音，然后呼叫的声音啊。让我们真的能够看到那个明亮的晨星，晨星是在你警醒的时候，在天要快亮之前看到的明亮晨星啊！所以求神让我们求这个千禧年的国度啊，他的掌权临到这个地上啊！所以，在启示录，包括在以赛亚书所预言的这个。地上的国度是真实的啊，那么包括以色列的复兴，这些都是真实的啊。耶稣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永远作王啊。所以我们也要相信啊，神对以色列的这个应许啊。但是我们却不要高举以色列，好像他是长子，比我们高一等。为什么？因为加拉太书讲得很清楚啊，就是无论是。犹太人或希腊人为奴的、自主的，是男是女，在基督里都什么成为义了，以弗所书也讲得很清楚，把那个隔断的墙已经除去了、拆去了，再不分犹太人跟外邦人了。我们在主里面都是成为一个身体啊，所以神在中国有他的计划，神对以色列也有他的计划啊，不是说。神对以色列的计划就是高等的计划，对别的国家就是低等的。我们为以色列求平安，就是得双倍的祝福；为中国求平安，就是普通的。不要再高举某一个民族，其实不知不觉受到那种犹太选民散族主义的影响，不应该再分高低了。因为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子孙是谁啊？所有信心的子孙。才是真正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所有得救人都在亚伯拉罕之约的这个恩典揭盖里面。假如今天这个犹太人不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子孙，不是心里面受隔离那个血缘的犹太人，没有用，在神的国度里面千万不要迷信，因为他是犹太人啊。假如他不是神所拣选的那个雅各，心里面受隔离，有对神有信心的话，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这个一定要看清楚啊，所以不要太迷信高举以色列人因为在新约时代神的拣选已经临到了普世万民啊。好，这次愿你的国降临假如我们真的体会耶稣基督这个教导呢，我们会怎么祷告啊？我们来读。我们讲义的经文看到吗？在中间，好，我们一同来看。神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度降临在我心里，在我心中掌权作王，我顺服你，听从你。主耶稣啊，你是我的救主，更是我的主，我的王，我一生跟随你，侍奉你。要教导弟兄姊妹这样来祷告，也成为你的祷告。 Number two， 神啊，愿你的国降临。履行你的大使命，凡我所行的都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 Number three， 神啊，愿你的国度降临在各业各文化领域，文化基督化，政治基督化，基督徒要在各行各业各文化领域上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基督徒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那这样教导弟兄姊妹祷告。
神的国度才会扩展。好、啊、，Number four， 一同来，神啊。感谢神，我要做你忠心的仆人，聪明的童女，进入羔羊的婚宴，与主一同作王。愿你的国降临，包括这四方面的国度：生命的国度、福音的国度、文化的国度、千禧年的国度。所以耶稣所教导的主导文，你发现是从圣经里面看到有这四方面的国度啊。假如我们真的能够照着这样来祷告，你发现整个的你的生命、整个的教会不一样啊。但是很可惜，今天一般的基督徒、一般的教会想到这个主导文，愿你的国降临，只想到耶稣基督再来，懂吗？只有想到这个国度啊，那个是其中的一部分。其实最荣耀的是千禧年的国度啊，因为这个关乎到我们啊的被提做心腹啊，与基督一同做王的应许。好呢，其实这每一个的国度呢，都有很多的经文的支持啊，因为我们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一去查考了啊。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文是我常常用的，哥林多后书第二章。我觉得保罗很少讲到这方面，啊，在这里讲得很清楚。第二章十二节，找到吗？一同来，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什么一同作王，看到吗？不单单在启示录里面讲到作王的应许，啊，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真的愿意忍耐为主受苦啊，做成忠心的仆人啊，一定会什么与他一同作王啊，有分于被提心腹作王的恩典。所以这三件事情将来在你们牧养教会一定要教导弟兄姊妹清清楚楚，不是以为得救信耶稣得祝福得好处得永生就够了，这是基督道理的开端。现在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是停留在这个开端，没有进入到完全，懂吗？让他们看到神的心意是让我们成为他的心腹，与基督一同作王，有分于被提先行人的国度跟掌权，这个才是重要的一个教导，这样弟兄姊妹就会动起来啊，让神的国度先在我生命中掌权，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让神来管理我的一生。所以这些的教导都会从主导文里面带出来的，也要成为你的祷告，成为弟兄姊妹的祷告，成为教会的教导。等下教会才有盼望。所以你发现这个主导文里面耶稣所教导的祷告的内容，其实一个重要真理的方向，太重要了。不是只是朗朗上口，我们来用主导文做结束祷告，太小看耶稣所教导的主导文了，啊！假如真的传道人能够明白这个主导文的内容跟真理，好好去教导这些方向，教会绝对会复兴，你们，啊，绝对不是我们今天欧美的光景，绝对不是，啊！但是我们现在中国教会要小心了，啊。假如我们中国教会没有这个觉醒跟真理的教导跟认知，将来我们中国的教会会步欧美教会的后尘，也是放凉，也是软弱。因为我们今天所讲的都是一些非常非常肤浅的宗教神学，做好人做好事，多拜得福，啊，都是为了要得好处。是一个宗教，我们在传宗教，啊，都是在传一些基督道理的开端，啊，没有讲门徒的真理，没有讲国度的真理，啊，没有讲文化使命，啊，没有讲被提做得胜者称义成义，这些都没讲的，空白一片。所以我心里都很着急啊，巴不得你们啊，你们要领受啊，懂吗？
将来你们所牧养的一个教会就会影响100人、1000人、10000人，成为中国的真正的福星。否则我们现在看中国教会，哇，好像很多人，我告诉你，假如没有建立在真理的磐石上面，一个风吹雨打都没有了。欧美的教会没有什么可夸的，我去欧洲走了一圈，哎呀，我觉得太可怜了，大教堂都变成博物馆、音乐厅、展览厅、餐厅，欧洲人不去教会了，很可怜哦。美国现在也是，很多教堂都是卖给韩国人，卖给我们中国教会，啊，因为整个真理的方向、内容走错了，不是成功神学，就是家庭神学，啊，不是家庭神学，就是神意神学，追求神意，却不明白其实这些神迹启示是为了什么？福音的缘故啊。那基督徒整天去追求神医，啊，不好好自己注意健康、运动、饮食，整天追求神医，不好好去看医生。耶稣说有病的要去看医生，有些人就不看医生，觉得看医生就是没信心，啊，就是罪，乱七八糟的教导，难怪整个美国教会走下坡的，啊，所以我们要好好明白耶稣的主导文，啊，好，有没有什么问题？Number four， 啊，看我们的讲义，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诶，我们刚才 OK， 好，从第二愿啊，我们猜到第三愿哈，啊。那么，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这个是关乎到神的国度的彰显。假如我们要让神的国度彰显在这个地上，有文化的国度，有福音的国度，我们一定要在神的实际的旨意上面去遵行。好，那么神的旨意，当然在登山宝训里面提到很多这个神的旨意。那么神的旨意也包括10条诫命，啊，我们一同翻到马太福音第5章17节。马太福音第5章，好，一同来默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继续的遵行神的10条诫命，神的这个荣耀的律法，啊，所以千万不要中了别人的一个错误的想法，说哦，旧约是律法时代已经过去了，啊，10条诫命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是恩典时代，只讲爱，爱是很抽象的，神是给我们一个具体的道德律。神的旨意透过这个10条诫命的道德律彰显，所以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要如何在地上具体的遵行神的旨意，就是要守10条诫命，啊，而当我们遵守神的10条诫命，神把什么应许给我们？生命记28章，啊，我们很快看一下生命记28章。所以我们要在教会里面好好教导10条诫命，让弟兄姊妹具体的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只看生命记28章的一小段，啊，其实从1节到14节都是在应许，啊，我们遵守神的这个诫命，啊，的祝福，啊啊，我们只读1节就够了。好，一同来，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的话，哇，使你超乎天上天下万民之上。然后到后面14节就讲得更具体了，必使你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然后特别中间有一句话，11节，
让你呢地所产的都什么绰绰有余啊。神要把各样的丰富加给你，而且要保你平安，出也平安，入也平安，啊，里面的好毒有九大祝福，但是条件是什么？守神的十条诫命。我们如何具体的遵行神的旨意？从十条诫命啊。所以耶稣说：“不要想我来是废掉律法，我来是要成全律法。”耶稣讲的成全是有两个含义。第二成全，他为律法的要求跟咒诅，他在十字架上满足了，啊，为我们承受了律法的咒诅跟审判。但是第二个成全，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重生得救，圣灵把神的话怎么刻在我们的心板里面。我们能够从心里面遵行神的话，活出神的话，不像旧约那些没有重生得救的犹太人，他们只是外表，到今天的以色列人还是外表去遵行，他心里可以恨得你不得了，但他不能不做，啊，要表示好像爱他的邻舍，不是从心里做出来的，啊。耶稣来是成全律法，所以他就讲到说，假如你心里面犯奸淫，就是犯了奸淫的罪。耶稣要成全律法的一个地步，让我们从心里面遵守，从心里面圣洁，因为圣灵来把他的话刻在我们心板里面，圣灵也把一个新的生命性情放在我们的里面，是透过这样来成全律法，看到吗？不是说哦，律法时代已经过去了，十条诫命已经过去了，耶稣要来成全律法，让我们能够从心里面爱上神的律法，从心里面遵行神的律法，这个是成全。真正的 fulfilled 不是只是在行为上表面上，而是从心里面做出来，啊，所以解释耶稣所说的成全律法，啊，所以神的旨意是透过我们从心里面遵行神的十条诫命。那我们上一学期讲到清教徒的神学介绍了十条诫命一部分，还记得吗？十条诫命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包罗万有，万有啊，跟主导文的内容一样，是非常丰富的啊。所以将来你们牧养教会一定要把十条诫命好好的解释清楚，里面出类旁通，以一引百啊，很丰富的啊。那么到了新约啊，主耶稣亲自把这个爱的命令还有福音的命令，这两个命令啊，是具体神的旨意啊。所以我们来看啊，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节啊，好，我们一同来说一些，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所以主耶稣的命令很简单的，第一就是爱的命令，彼此相爱。我们从神学院，在你的家中，我们就要学习什么？彼此相爱。当我们真的去遵循了这个 Great Commandment， 我们就有能力遵循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 Great Commission。大使命，你发现今天基督教一盘散沙，说我们没有办法有能力的，啊，来得着这个国家，得着这个社会，靠一个教会自己打自己的，没有能力，啊，巴不得我们能够团结起来，把一个中文的电视台啊的时段最少可以买下，每天一小时吧，但没有人教会大家合作。假如所有湾区的中国教育都合作，绝对有这个经费跟人才，可以每天把 Channel 26 这个中文台，甚至黄金时段八点到九点买下来，福音就可以就广传出去了，啊！但是大家都是自己管自己啊，所以没有办法啊。唯有真实的彼此相爱，教会与教会之间彼此相爱。
信徒彼此相爱啊，才能够有能力把这个大使命啊能够做出来啊。包括我们中国教会要在2030年差派多少传教士出去啊？20000。这个绝对不是一两个教会可以做到的，我们需要众教会一起来有一个差会的建立，怎么去培训传教士啊？怎么去啊？给他们这个传教工厂的这些教导啊，他们进了传教工厂之后的 follow up 啊，继续的引导他们、扶持他们，免得他们在这个工厂战死啊。所以这个传教机构要众教会一起来做的啊，不是一两个教会可以做的啊。所以都是需要在彼此相爱的大前提、合一的大前提，才能真正的有这个 Great Commission。Number three， 遵循神旨意的动力啊，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动力哈。我们啊翻到这个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二节，没有这个动力，你没办法遵循。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二节，一同来，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你是否真的是爱神？是否真的如同保罗说，是基督的爱怎么激励着我？你没有这个爱的激励，你没有动力去遵循神的旨意啊！因为你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啊，你才能够怎么爱人如己啊，才能够遵守神的道德律各方面的啊诫命啊，所以。求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也让我们真的更深的体会耶稣基督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被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快跑来跟随他。 Number four， 遵循神旨意的实际的生活，实际要做什么呢？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七章，要进窄门走小路，走门徒的道路啊！我们时间很紧凑，我们就读这两节圣经，第七章十三十四节，一同来。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觉的人也少。这两节圣经是针对谁说的？不是针对穆大有说的。但是很可惜，很多人用这两节圣经去传福音，哦，引到灭亡的那门是宽的，所以你要快点信耶稣。这两节圣经不是针对慕道友，其实我们这里中文圣经这个灭亡这个字翻错了，在原文这个字可以翻作无用、糟蹋。今天神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们，假如我们不愿意走一条窄路，走门徒的道路，耶稣告诉我们说，引到那个无用荒废的那个门是宽的，就是世界的路，你要走世界的路，神赐给你的恩赐啊，就荒废了，所以灭亡是指的荒废啊，要引到永生，对不起，原文没有永字啊，所以你看到圣经在这个永字旁边打三点，耶稣是提醒我们引到那个丰盛生命，是直到得生命得的更丰盛，你已经得永生了，但是你得了那个永生之后，你要得生命得的什么更丰盛，你如何啊能够啊得生命得的更丰盛呢？要进这个窄门，耶稣要到了路加福音第七章跟十四章才告诉你这个窄门是什么，就是走门徒的道路，能够爱主胜过父母妻子儿女，愿意背十字架跟随主，愿意撇下一切跟随主，这个才是我们基督徒在生活当中具体的遵循神的旨意。你愿意走门徒的道路。我最喜欢玉帝公牧师常常讲这句话：走门徒的道路，啊，走门徒的道路。因为这就是耶稣大使命的心意，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记住啊，将来你们教会不能够只是有一群平信徒。一定要
让他们清楚要走这个丰盛人生的道路，就是走这条窄路，门徒的道路，也就是具体遵循天父的旨意。好，那么我们下礼拜才特别来说如何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啊，生命当中明白神旨意的带领。我们常常祷告说，哎呀，神的旨意是什么？要不要我跟他结婚？要不要搬家？要不要投资？要不要读这个神学院？要不要做这个事情？怎么具体的明白神的旨意啊？我们下回分解。哈利路亚。好，我们一同起立啊，我们时间到了啊，因为今天有吴炳伟牧师来讲。